立即停止强拆！立即停止强拆！成立协商平台！成立协商平台！我们在这里已经过了65年了。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很小，我现在有80岁了，正好80岁。我们在这里的时候，40年的时间有没有水，没有电，有很多蚊子。晚上的时候暗暗的，我实在很可怜，没有想到过了这个65年的时候要把我们赶出去，我们非常难过，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都是英雄们，我们互相挚爱，我们互相的帮助，所以我们不希望分开，我们一直在这里，而且我们并在，我们是在很难过，希望大家安慰我们，同情我们，帮助我们，尤其我们的政府应该要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也是政府的百姓，希望我们的政治主张来帮助我们。在排湾族的阶级里面有分头目，古富金族就是拉瓦克部落的头目，然后有贵族，然后有勇士，然后有平民。那勇士家族在部落里面，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守护部落，就是要捍卫部落。那在这边其实我们的巴沙嫂家族其实就是勇士家族的后代，所以他们希望扛起守护拉瓦克的责任，所以他们现在想要透过他们非常非常精湛的木雕工艺跟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然后用自己的会的方式展现给大家。那我们看到，其实不知道大家之前来知道这个办公室原本都是铁皮屋，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有做了第一面的木雕饰墙，上面也放了非常多排湾族相关文物。我的家族，我的名字叫做，我的汉名叫陈美金，我的原名是嘎拉盖，我的家务是巴拉萨嫂，在这里。也从屏东迁到这里将近60年，几乎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了。因为最近我们很可能会被拆除，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集体安置，我也希望说政府能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沟通，有协商的平台。然后，因为都市的变迁呢，我们这边需要做改变，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被影响到。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处境就很像小虾米对抗大白鲨。我们没有任何的管道，我们没有任何抒发的管道，我们可以做的已经是坐以待毙，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所以我也不晓得是不是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对外公开说话，我还是希望说政府可以听到，给我们一个协商的空间，给我们一个协商的平台。这是我的爸爸，然后他的原住名字叫古乐乐，然后他有成立一个工作室，对，然后我爸爸是做木头雕刻的，然后他也是属于原住民的手工艺品，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面墙哦，上面有，这是刀柄 ，OK， 应该还蛮明显的吧，然后还有人头的雕刻，然后还有 on， 然后
他那边还有羽毛，然后他那边那个我们婚礼用的交杯酒用的杯子。然后我希望这个文化资产呢能继续传承下去。然后我希望我爸爸工作室还是可以在了，对。然后我爸爸还是会一直做下去。我们看见拉瓦克部落跟很多大都市的部落有相同的处境，他们因为工作来到这里落地生根，为高雄的建设付出。他们在这边生活了三四代，六七十年的时间，在这个高楼大厦、水泥楼房下，他努力的生活出原住民的文化跟精神。他们不被重视，被迫迁居。部落族人为了维护他们的文化跟部落的感情，努力的去解决市政府所提供的很多的问题或是疑虑，他们都去处理。他们尽力的希望政府可以看见他们的努力，可是却没有被政府采纳，没有被重视，没有被聆听，不顾族人的想法，并且拒绝积极的协商。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可以尽我们的一份力，尽我们学生微博的一份力，让更多人能够注意到这里的事情，可以关注他们，也让拉瓦克的族人知道有人在注意他们，也在乎着他们。谢谢。从国民政府统治台湾以来，原住民已经有一个大把大把的把我们在原乡的传统领域，我们在原乡的土地换成山上小小的宜居地。那随着部落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本来就会有很多的原住民在都市生活，在都市一起居住。但是现在政府的政策、政府的眼光从来没有去认真面对跟看待这件事情。那未来部落的孩子越来越多，我们很多人要到都市居住，那时候我们在都市的处境会是什么？多年来这个部落没有被政府重视，当人民有需求的时候没有被政府看见，那一直到现在要开发，要把这里变得很繁荣，我们就把这个一手把城市的繁荣扶植起来的这个部落把它一脚踢开。这个是高雄市政府或甚至是全台湾的政府都对待原住民的处境。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又再次的来到这边，想要表达我们的支持，以及这件事情表达我们就是来自山上我们的关心，以及我们是要一起面对的。我们并不是说一个在都市一个在原乡，所以我们有所区隔，这不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上这是没有人在这件事情里面，没有人是局外人，我们都要一起来声援，一起来支持。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就是有事先选过，我们挑一个就是适合，然后代表勇士，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就是代表我们的祝福跟鼓舞哦。这是个难得的努力，我的家也一度就能够来。这是个难得的努力，我的家也一度就能够来。Thank you.